苗栗县草桥乡的金瓜赶紧发，当年就会向其下万山人去，乡村一天风溜溜的行体瓜棚下的青苗，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草桥乡农会就是隔天爱停盘，我最近也疫情又高得嘞，大家就莫爱再过来盘金瓜节目，考虑到家己部的农民就有番瓜好买嘅，草桥乡农会就隔天爱继续盘。我主办单位也呼吁民众，我来亚家的料，就听出我先做好防疫措施。高雄罗山的县埔二郎二郎草桥番瓜节开幕，虽然今年受到天时影响，番瓜农嘅番瓜大冇一度，是唔过草桥乡农会讲，主要系今年雨水较少，番瓜大较慢，按照五月底就会达到新疆，民众当家足足的感受啲瓜棚下行了嘅乐趣。一整年。看得到现场，看得到佮安尼番瓜嘛，各式各种的番瓜也摆到现场，也有青红色的料理哈。凤阳的乡亲，莫讲莫出来了哦，出来了哈，做好准备就好。因着武汉肺炎影响，番瓜节本旦隔天停盘，是唔过年初农会做发两万条嘅番瓜秧嘅本农民，一下番瓜熟嘅做得丧失，看到疫情无限严重，农民也一少番瓜卖唔出去，出口向农会经过开会隔天继续来盘番瓜节，主办单位咪准备接驳茶来会下丰富火茶站同会场，是唔过爱上茶一定要带在咩？我们要求一定要佩戴口罩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哈。因为是夏天关系呢，量额温的部分呢，可能就是会暂时会取消掉，因为天气热，额温一定会超过37.5，那就是说酒精的部分呢，我们还是有备妥的哈。为了迎接初秋番瓜节，农会也结合米国粉，强下来推广一道番瓜美食，而透过一美食，相应来卖番瓜，希望带动依旧无人来了解农村，闹热起来。客家新闻总资面，美丽报道。